战前夕，过劳工的会又以超强力作，不是蓬莱，是过劳先山。咱台湾的粉有倒三宝，来，头家跨年吃盖好，路小白菜是政客，乐刚加班是加到倒。同样 local 到不行的节奏，唯差别过劳两次贯穿全文，所以可能出现像是说，你怎么这么晚回家？为什么你每天都在加班？如果你天天加班，你为什么一个月只有22000的薪水呢？切记，千万不要拿出打卡的上班记录，因为不实的记录会让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就连星座也能哭笑对着超时假记录嘲讽全开。每每转到三位数台，总少不了的唱歌跳舞也来乱入。最经典的 call in 又岂能忘记？看好来，来挂号，一个会倒退路。那我放好三位主持人，我看来。哦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紧嘞！大家伫电视机头前嘛会使飞，哦，做位飞，为我生活顺时袂准短。亲身演绎什么叫累得跟狗一样，但比起节目戏虐的腔，劳动部的防堵陈抗却更加的狂，围得一圈又一圈不说，还以为这个公共艺术品有多贵，想看它居然还得走迷宫吗？但其实这是劳动部从3号晚间就设下的层层巨马蛇笼，人情抗议就开放大家进去嘛，民主国家应该是这样啊。门边为安呢就拍看，维安场面仿佛移动迷宫，不料立法院议场却在朝野协商后先行破功，一楼的门锁与厕所窗户都遭不明人士破坏，也让本已戒备的警方更加紧绷神经。记者李波双长宇轩台报道。